迪纳利，你不觉得这种拒绝的理由就是在避重就轻吗？我知道你是巡灵官，修复死域是你的工作，但你也知道这样做只是治标不治本。卡瓦贾大人已经说了，你在须弥城能做到的事将关乎整个世界树能否被治愈。既然这样，你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？哎，别这么咄咄逼人，好好听他解释。我们是来请提纳里回教令院的，不是来树敌的。卡瓦贾大人，劳您亲自前来实在是过意不去，但我只不过是个巡灵官，实在不像是能为您这位知论派的泰斗帮上忙的样子。还不是因为你之前的信一口回绝了你的恩师，让他这个生论派的贤者大人好生丢面子，所以老夫这才替他来了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以恩师的脾气一定要亲自来骂我才肯罢休呢。提纳里，你的恩师也参加了这项工程，现在他很需要你的力量。卡瓦贾大人，老师他需要我帮他做些什么？你到了须弥城就会知道了。我需要去多久？现在还无法确定。您是想说，虽然您亲自来了化成锅，可之前我在信中询问老师的内容依旧全都不能回答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恐怕我无法给您肯定的回答了。提纳里，你……哎，罢了，我们走吧。提纳里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教令院的人希望我能去须弥城帮忙，可这边的事物也走不开，所以我拒绝了。对了，你们在海巴夏那里还顺利吗？虽然有点小插曲，不过他现在平安无事，我们也问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。那就好，既然你的身体已经恢复，我也没有留你们在化成锅的理由了。你们接下来要去须弥城对吧？我们想要见小吉祥草王，有些事情要向他请教。提那里，你知道要怎么见到他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并不知道觐见的办法。那你知道我们到了须弥城应该向谁打听见他的办法吗？让我想想，我在须弥城待的时间不长，认识的也大都是做研究的人。这样吧，我写封介绍信给你们，你们可以去找一个我认识的生轮派研究员问问看，他消息比较灵通。另外，在你们进入须弥城的时候应该会拿到一样东西，虽然我觉得不一定能帮上忙，不过你们也可以试试。哇，是什么呀？它叫做虚空终端，那是教令院利用大慈树王大人留下的遗产制作的工具，也有人说它是让须弥真正成为智慧之都的基石。教令院的人会教你们怎么使用它，我就不越俎代庖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去须弥城吧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没错，提那里，我们还有很重要的话要对克莱说。他现在好些了吗？已经好多了，因为他躺了太久，我让他在附近散散步，然后就看见他往北边的路口去了。他知道你们快要离开了，应该是到那里去等你们了。谢谢你，提纳里，那我们就走啦。再见，祝你们旅行顺利。
只要是每个人都能认真阅读《生存指南》就好了。克莱就在化成锅北边的路口，你们到那里就能看到他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。我会想办法尽快弄清楚死域变化和魔灵。克莱就在化成锅北边的路口，你们到那里就能。听说那边正在进行一项大工程，我的老师也参与了。但现在雨林情况不好，克莱也需要人照顾，所以我不能离开化成锅。再说了，我对教令院的职位和名誉并不是很感兴趣。既然老师还没亲自来骂我，应该还没有到我必须去帮忙的地步。他之前给我写的信语气那么客气，还挺不习惯的。克莱就在化成锅北边的路口，你们到那里，再见。世界充满危。你们回来了。不对，现在好像不应该说这个，还是对你们说一路顺风吧。克莱，谢谢你在这里等我们，我们接下来就要去须弥城了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养病，而且我的情况还好，并不会经常发作的。我可是巡林员，还要和大家一起守护雨林呢。还有，不好意思，一开始没告诉你们我生病的事，因为我想和你们做平等的朋友，而不是获得你们的同情。不过朋友之间，果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彼此真诚相待。克莱，你不需要道歉，我们才要谢谢你的信任，愿意告诉我们过去那些事。我们肯定也会担心你的身体，不过那单纯是因为对朋友的关心。谢谢你们。哦，对了，给你们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口袋饼的菜谱，我之前说过要给你们抄一份的，字写的不太好看，你们可不要笑话我。哇，太好了，这样以后就能经常吃到这种美食了。希望你们在品尝它的时候也能回忆起在化成锅的时光。那么最后，见习巡林员柯莱，祝二位旅途顺利，欢迎再次来化成锅做客，我们巡林员一定会竭尽所能为您提供帮。祝你们旅途顺利，在须弥城能够见到草神大人，已经好多了。明天开始就会重新回到巡林队伍里。虽然现在暂时没办法帮师父处理死域了，不过我会做好其他的事。对了，如果你们最近见到安博的话，能先不要提起我的病吗？虽然安博知道我之前的经历，也知道魔灵病，但最近我不想让他太担心。不过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会亲自告诉他的。好，我们知道了。祝你们旅途顺利，在须弥城能够见到草神大人。好，
师父会做饭这件事很不可思议吗？他的手艺很不错，不过口味要比普通人淡很多，香料也不怎么放，因为他的舌头和鼻子都很灵敏。上次我做口袋饼时不小心放多了调料，师父吃了之后打了一路的喷嚏。当然我也被他口齿不清地念了一路就是了。祝你们旅途顺利，在须弥城能够见到草神大人。再见，一定要经常回来玩啊。虽然师父不说，但他肯定也很希望能再见到你们的。一二三，一直都没上。还是野外巡逻有意思。还是野外巡逻有意思。
见之明吧。还不赖。就让皇女的光彩荣耀此间天地吧。
小姐。现身吧，奥兹！命运。虚影，蔓延。可能得重新规划考察路线了。
旅途中的收获。死神龙王，散！以断罪之名。想躲到哪儿去？命运的虚影，水中幻愿，以断罪之名。命运的虚影，命运，现身吧，奥兹。虚影，水中幻愿，现身吧，命运的虚影。命运倒映水中，可恶！好会有气。
不敬之徒。你靠太近了，你断罪之水中幻月，命运倒映水中。水中幻月又来了，现身吧，命运倒映在此，心算。水中幻月，命运的虚影在此，心算。蔓延，以断罪之名，命运水中幻月。
速之客，烈焰燃毁，心累破土。以断罪之蔓延，命运倒映水中。水中幻月，找到宝物的感觉真棒啊。命运的虚影，水中幻月，听见命运的如念，低声呼唤我之尊名。走，去采些样本。
正经来。以断罪之名，命运的虚影。看不清了吧？叶落归根。现身吧，奥兹。一叶障目，破晓将至。命运的虚影已断。命运倒映水中。
这样更能看清星空了。障眼法，水中幻月，啊哈！去，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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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，嘿，命运。倒映水中，命运的虚影。现身吧，奥兹！以断罪之。
现身吧，奥兹。
这次又会遇见什么？